因为吼，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吼。啊，我今仔小可有较大材小用，咱的钢管女神君君啦吼。啊，等下再问一下，阮的好朋友吼，台卡宾好朋友，还是咱的请助教组长吼，看有要甲加码无吼？咱的台卡宾，咱的好朋友吼，如果要给君君加码，也是可以啦吼。台卡要加码吗？安尼吼，哇，君君真正吼。即下来讲讲名，啊未人啊未出来啦，着要加码安尼吼。你安那？你咧骑脚车片咧上是无？我等下叫阮君君甲你摇摇，甲你白白安尼啦吼。来，即要来安排吼，咱的钢管女神，咱的君君来甲咱安排。来，先来两首歌曲啦吼。来，嘉宾，咱的好朋友要来加码。来，两首歌曲，好听的歌曲，咱们的坚持。来，先来好听的歌曲来个做安排啊吼，来。非常的赞安尼啦吼，我相信拢唔免我先介绍，咱大概好朋友拢比我比较熟悉啦。嘿，咱
什么动作，什么 要做什么哦。那大家的好朋友应该拢比我比较会了如指掌啊，那样哦。